说等你投完票要去哪里？啊，我这个啊，因为竞选期间啊，对妻小就比较少陪伴他们出游，所以刚好等待投票结果了哈，我会带太太跟小孩到七股去哈，啊，去享用我们七股美好的海鲜呢，还有欣赏我们七股美好的环境，哦，那也可以去关心当地产业的发展。